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起飞学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怎么修改操作手。首先，我们打开这个 APP， 连接到飞机，然后能看到现在的操作手在这个遥控器上面会显示的。然后我们要修改到自己习惯使用的那个操作手，在这个设置里面点进去。第二个遥控器图标，在这里面更改操作手，直接点击你所想要使用的，它会响一下，这个时候就更改完成了。更改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最好再进行一个遥控器校准，就下面啊滑下去，这开始校准，点击它会读参数，然后我们开始打遥感，一个一个来，一定要，你看这个上面一定要打到100%啊，从0%打到100%。然后再点保存，四个通道数值都一样，点击确定。好，这个时候它就告诉你校准完成了。好的，那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